今天来铺这个地板砖，现在呢就来定这个平水点。定平水点了嘛，也很简单，我再量一下这个门呐，这平水点比这个门低一点点就可以了。 这边有两个八十四，这里有八十四。我们这个砖呢，就要放在这个瓷片砖的中间了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六十，等一下我们的线就放在这里。我们这个砖放呢，一定要是把背面放在上面。 如果你这样子放呢，在砖面就很滑，等一下压在线就压不紧了，就会有把那个中间的往下垂的那个线像。那我们这里打一个，我们对面也打一个。 我们要注意啊，打这个平水点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这个水泥沙，而且要放了水的，不然等一下你用那个没有放水的那个，就是干的沙，不是水泥沙来这里打的话，等一下你压下去啊，这个沙会比过，这个样子整个平水点就不准了。 也是这样子打，好，我们这三个平时点都打好了，那等一下就来开线了。